各位现在注意看左方这台大客车，这台大客车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对我们按喇叭，一直要冲出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孟哥，我是欧米。耶、yeah, ，今天迎来我们本营很重要的一个日子，我们的第一场车去。耶、yeah! ！哇，今天会有很多人参加，大概30台车，兴奋吗？我很兴奋啊。紧张吗？我也很紧张啊。没关系，紧张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就给他紧张。然后今天有很多厂商赞助摸彩哦，先卖个关子，今天奖都超大奖的。然后我们今天路线呢，会从万木山那边集合，然后到北海岸，到巴黎那边餐厅吃饭摸彩。那现在早上大概7:30左右，我们是约8:30嘛，那现在就等观众陆续到来了。好。来了，好大彩哦！好，小心哦！哎，我今天彩。哪里来的、啊？那个店内。今天用的应该蛮多的。我看你们的车有点热血，你们常在骑车是吗？常常啊，有环岛啊，什么古岭、南横都有去过。你狂游，赶快跟上脚步。我还没去过。好，那有机会带一下我们这个小妹跑一下。好。我还不会骑重机，陪我老公在。哦，你是后座方。我是后座方。热血一下。我终于做一个老婆专用贴纸好了。可以哈、哦，这个我们现在在那边等，很难得的回忆，因为这边是厕所旁边的哦，但只有这边可以遮阳，味道还好吗？还行，那个味有点重，太频繁就没有记忆点了。可是 N 年后有没有？我们回忆起我们第一场车就在厕所旁边，这记忆点蛮深刻的。今天蛮多观众是从台北过来的，今天大概一半是基隆啊，一半是台北跟新北，还行吗？会不会热？还行啊，我不知道我爸来不来得及啊，帮叫他帮我送点凉的。那个欧米爸有听到吗？大宝来了，不可能吧？叮叮叮！有需要饮料吗？有常常。不用客气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这边这边。限量。不会有，谢谢。欧米爸买太少，你没有跟你爸说很多。没有，他刚刚有一瓶宝丽达，我不敢拿。居然这么巧，我还没拍影片的时候做寿司的时候，他们就吃过我的寿司。阿吉啊，寿司。干不起啊，干不起啊！现在差不多早上9点了，在10分钟我们差不多要出发了。嗯，后面看一下，超壮观的。啊！开心吗？兴奋吗？我现在很兴奋啊！我现在真的很兴奋。第一次看那么多车哦。对。而且每台车都好漂亮哦。没错，真的。感谢今天老天赏脸啊！今天真的天气超好的。待会欧米带队要很小心哦。好。OK、好啊，等一下准备出发了。好。出发前来张大合照。是由我来带队的，很感谢天公作美，让我们的旅途有好的开始。欧米现在在第一台车，应该超级紧张。没有错，我现在是有点紧张了，但是孟哥一直唱衰我，所以我就更要证明给他看，我骑了2个月的重机，才不会轻易的再回转倒车。最喜欢回转上来后这段往下看的风景，可以居高临下的看着底下波光粼粼的大海，非常的漂亮。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徜徉在这一片云彩之中，吹着同样的海风，让我们一起留下美好的回忆。我相信平常大家呢一般也很少那么多人一起出来骑车，相信大家今天的心情都跟我一样，都是很雀跃的。尤其是欧米刚刚紧张到说不出话来一样。那这次出来的年龄层啊，我刚看好像老中青三代都有，哦，年长一点的、年轻一点的，跟我这个中间分子的，年龄层都差不多，蛮均匀的。老实说，真的骑车啊，不分什么年龄啊。这是我们第一场车距嘛，第一次办那么多台车啊，用意也是想说找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出来骑车认识一下。那这次出来的车友们啊，未来的机车旅行系列啊，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，想要一起骑更远的，那我到时候再邀请他们一起来骑车。那我相信以后这样机车旅行的系列会越来越精彩。那个很多人不是都说一个人骑车呢是自由自在，很多人骑车呢是一趟旅行，然后一起欣赏这个美景，一起留下一段深刻美好的回忆。第一次车去就这么多台车，其实我也是蛮压抑的。那一开始也很紧张，但是看到大家都这么好相处，
之后，整个心就放松下来了。哎，快到我们中继站了，石门洞快到了。哎，我们到石门洞了。Yeah。耶，刚当第一台车好玩吗？好玩。刺激对不对？不错的经验。第一次带你那么多车骑前面，哇，让你赚到。啊。很嗨哦。飞龙处的感觉。对对对，然后我都刚到最后，因为我补镜头了。对。刚刚欧米算骑得蛮稳的，赞，给他一个赞，好不好？给他一百个赞。好，那待会欧米要来这边拍个小短片。嗯。拍个短片给大家留个回忆一下，然后先拍个照。对。那我们这边差不多休息个半小时，然后等一下就前往我们餐厅了。好。对，今天真的好热啊。今天真的是艳阳高照啊！对，好险我们今天那么多车没有安排很长的行程，我看等于大家拢酒刷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今晚准备酒刷，多喝水。好来看我，我会抓大概四五次。Show me up an iPhone. Yeah.刚刚欧米那个短片拍的差不多了，看一下今天车子应该超过我们预期的目标。哇，当然今天大概37台左右，我们待会去石门洞拍个照。旁边的大叔应该以为我是导游吧？趁这次机会来过过当导游的干瘾，以前就想当导游的啦。感谢今天大家又帮我圆了一个梦啊！昨天上来，第一次上来，这边那么漂亮，没有来过。哇，各位你看这个人龙，欧米有没有比较不会那么紧张了？我觉得不会，哎呦，拍谁拍谁，继续，我觉得很有趣耶，就是跟很多人互动的感觉，而且真的是车子的鉴赏会啊。然后有那个社恐症的出来都不会有社恐。对，是我们今天最小的车友阿乐，阿乐你今年几岁？8岁。8岁。今年生日的话就变9岁，我7月9号生日。哦，7月9号生日，那快乐哎！对，祝那个阿乐先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哎，你第一次跟那么多人出来骑车，好玩吗？蛮好玩的、啊，帅，超可爱，超酷，耶！谢谢。那个我们应该从最远来的车友，四号从桃园来的，早上几点出发？6点半就出发了。哇，超早的。我早上起来的时间。很拍摄，我们今天约这么远。不会。下次我们这样子啊，约近一点去桃园的话，再问四号要不要去，让他近一点好不好？好 ，OK。第一次车距啊。哦，真的、哦。我也是第一次车距。重机的新手。哦，跟我们那个欧米一样。我也是。我们也是第一半车距的新手了，因为有你们呢，让我们那么精彩。辛苦了，今天那么远来了。不会。谢谢谢谢。谢谢。帅哥，你们今天是从哪边来的？我从内湖来。之后如果要骑远一点，你们会有意愿参加吗？要看多远。哎、欸，惊哎惊！那个后座很累。好，那待会那个希望能够摸大奖。铝箱。铝箱。对。哦。有人需要铝箱的。铝箱。哦，心想事成 ，OK。一定可以。好，你们是夫妻还是情侣？情侣。情侣。哎、啊，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车距？因为是你的新观众，最近刚看到你的影片，就看到车距。感谢哇！所以一定要来支持一下。感谢感谢，很热血。可以跟你们一起玩，很开心。谢谢谢谢。哎，帅哥，你今天骑什么车过来？今天骑 CRF300。哇，那个越野车热血，喜欢跑林道。对，没错。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车距？因为刚好自己也是基隆人，这样子。哎，胆兄哎。对对对，啊，刚好孟哥有在揪，想说刚好来骑一下，所以平常认识大家。所以平常在看我们的节目是吧？有。我赞哦。OK， 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现在差不多10点40分，待会我们在5分钟就要去那个下一个集合点吃饭了，摸彩。今天我们的重头戏，今天来的车友啊，其实都蛮支持的，很多在地同乡的，然后也很多新北的、桃园的朋友，中部、南部会不会想再来一场？会啊，会啊，我想要再骑更多。已经有中南部的车友说要。办的话，通知他们，他们都要参加。好了，我们慢慢来。好了，那我们待会那个直接那个龙帅餐厅摸彩见。来，1、2、3，耶！各位现在注意看左方这台大客车。这台大客车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对我们按喇叭，一直要冲出来。我想说是不是我们违规了呢？结果回来之后，我打电话去问那个金山分局的石门分驻所，他说这边是混合车道。各位现在看到的是他的车道跟我们车道这边都有一个停等线，表示说这两个车道同时可以进跟出，所以我们是没有违规的。现在在画面摄影的是我朋友小图，因为我们当天车比较多，所以我请他在路口呢帮忙指挥交通，请我们同行的伙伴呢尽快快速通过。那小图听到这个状况呢，就示意我们后方同行的伙伴先暂停，先让大客车先出来。结果没想到这位大客车司机啊，经过小图身边的时候，居然对他说了这句话。当时小图听到也是非常的傻眼啊，但是他也是很有修养的，忍耐了下来。
这件事情呢，直到我回来剪片才知道，他当时为了不想影响我的心情呢，都没有告诉我。在出发之前，我跟我的伙伴们说，大家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，万一路上遇到什么挑衅的或逼车的，我们都不要去理会他们。没想到还真的让我们遇上，而且还是这么大台的大客车，车上也还有许多乘客。当时我们大家看到绿灯呢，也是尽快的通行出来的。既然我们都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，为什么不能多点礼让呢？因为你的一时躁进，有可能会危害到别人的生命财产安全。我相信大部分的游览车司机都是有素质、有修养的，那只希望这种害群之马，世界上能够再少一点。